剑跟这个剑就是，这个叫前道真剑，这个叫鹤道真剑，那这个也叫前道真剑，这个也叫鹤道真剑。那这个它是就是说，它道真是多道一回，这下面这两个是道真，它是多道一回的，前面这两个是正常咱们在道真这样子的。啊，现在是不剪线，这个是剪刀剑。它剪刀剑按一下灯会亮，哎，让剪，你们来看，剪刀。现在剪刀我把剪刀键关掉，灯灭了。你看，就不剪线了。好，然后我把剪刀键开一下，它灯亮了，回魂，就是说有时候在接相间，或是说那个要接什么的时候，这个按一下它灯亮，联系回魂，联系回魂，给接接什么？这个是咱们那个针上键、针下键，我现在按一下，它灯是亮的。亮的情况下，灯那个它停车，停完车，咱们没剪线的情况下，它针是停在上面的。然后把它按掉，它没剪线的情况下，它灯是在针是在下面的。还有这个定针缝，我定针缝按一下，它亮的。它就比如说咱们定针是定几针，它就会那个，你看我脚踩到底，它就几针就自己停，还有一个这个叫暖启动，就咱们如果做一些那个特殊布料，起针容易跳针的话，咱们暖启动要按一下，它就在起步的时候会慢一点，起步的时候就不是很慢。暖起针功能，就是说有时候那个做到一半，就是说差一半针，咱们用脚不好控制的话，这个补针功能按一下，它针就会这样折一下，